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关长。那么我们今天来看最新的一期《原子商店导览》。就在刚才，贝斯达更新了圣诞主题的全新的原子包。那么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1200点的巴克婆罗门同捆包，不知道为什么它叫这个名字，不知道为什么叫巴克婆罗门。但里面包含什么呢？包含了一个机械师巴克婆罗门游乐设施，不知道是什么玩意。然后呢，有这个废土雪人罗伯科造雪机。其实这个造雪机呢，貌似在阿帕拉契亚的几个滑雪场是提到过的，不知道这个模型在不在游戏里面。雪景球和精灵的花园矮人，我们现在呢就购买，然后进去看一下。OK。我们就选在我们的避难所给大家看一下吧。这一二三四五个东西，现在有了这种避难所以后，再也不怕超预算，就是营地预算不够这件事情。 OK， 我们先来给大家看这个先来看这个造雪机，我们看看它到底是什么个效果了。比如说我们把它放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还是很合适的，然后把它连上电。我们直接放一个避难所的电源接口在这里就足够了。 OK， 大家看，这就是造雪机，非常的好看，可以说效果也很不错。这个造雪机其实是白的，为什么是绿色的，是因为这个避难所的光源它是带一抹绿色的。那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放的话，你一个地方只能造两个，不过大家要注意这一点，一个地方只能造两个，一个地方只能造两个。那我觉得既然要造两个的话，我们也就是说可以造八个，小的避难所两个，中的避难所两个，大的避难所两个，外面的 camp 可以造两个，对吧？也就是说可以造这一些。我需要把这个拆掉，这样我们就能把它放进去一点。非常的好看，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一个必备。如果你是建造党的话，我觉得这东西是一个必备品，真的。大家看它是这样子，它这个还有这个喷雾的这个动画做的非常，它这个东西还在颤，动画做的特别棒，漫天飞雪的感觉，大家看是不是超级棒，超级棒。 OK，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圣诞的雪人呢、雪人应该是在地板装饰里面，但毕设这个地板装饰它分的乱七八糟。在这里，这是废土雪人，我们可以把废土雪人摆在这里，摆在这两边。废土雪人，但是我们要一些温暖的灯，否则大家也看不见，对不对？那么说到温暖的灯，我们可以放这种提灯，这提灯还是非常的暖的。这提灯还是非常的暖的。可惜我的灯造的太多了，感觉。OK， 大家看这个飘雪的圣诞节，对吧？非常的棒。然后呢，我们还有那头牛，但是那头牛是在杂项里面吧？果然，这玩意是个啥，我也不知道。我们
放在这中间骑上去看看。它有个特殊动画，大家也看到了，而且动画还做得很不错。你们看，这动画非常的精巧。等等，这刚才没，动画做得很棒，真的。哎，非常好玩一个小东西。这种斗牛的游乐场，这个东西我们等会儿放到中庭去，不放在这里。然后呢，我们来看这四个小矮人，还有雪景球。但是由于东西太多了，我也很难知道他们到底在哪里。这个实在是太多了。哎，在这儿，谁分的类？为什么他在这里啊？搞笑呢？好吧，他在这里，我们摆三个。这是绿色，这是那个，这是拿着礼物的。这个是一个生气小人，都非常的可爱。然后我们还有最后一个是灯，那这个灯呢就不能放在这儿，因为大家也看到我这灯已经超额了，朋友们。当然我们可以把这个拆一下，把它移到中间来。这样我们就可以放这个小灯，毕竟圣诞节要来了。我还是非常非常的对这次圣诞节给的这几个东西，不是给的啊，毕设推出这几个东西我还是比较满意的，因为他们真的很好看。这个东西是什么？它到底什么效果？要不我买一个，但我没那么多钱啊。靠，这个是很可爱，这个是真的好可爱哦。你们看这小灯，对吧，好温暖，超级温暖的一个小小灯，非常非常的漂亮。主要是这个造雪机，我觉得是最值得买的东西。无论你别的不要，我觉得你都应该买一个造雪机，因为它实在是太棒了。每个地点可以放两个，最多可以放八个，意思也就是。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圣诞的小装饰。那么我们作为一个额外的东西，我们还是，我觉得其他的没有必要，我就买这个灯吧哟。来，咱们买这一个灯来看看这到底是什么，好不好？给大家踩踩雷吧，也没有别的办法。但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就需要拆一个灯了，看看这到底是什么，来看看这到底是什么，买的到底值不值？等等，它到底是怎么个照法的？哦，它是个投影灯，那还蛮帅的，朋友们。那这个灯还蛮好的，是一个会变色的投影灯。哇，非常棒！我怎么没有早买啊？
朋友们，我怎么没有早买啊？这种有角度的灯是我最喜欢的。我天，你们看，因为它能投出一种有深度的影子。为什么这灯我这么晚才买 ？Shit， 我错了，我应该一开始就买的。这种灯我应该一开始就买的，我不应该等这么久。对吧？这两边都放一个。多棒啊，我应该上周就买了，为什么我要等到现在啊？我也是傻了。这多好看，你们看，因为它这个灯不是像别的灯，它的半径是一个圆圈，它是一个方向，它是一个投射灯，它的灯有方向。据我所知，唯一，不是唯一吧，少数几个和这个灯相似的也只有这个。大家懂我说什么意思，就是说比如说这个灯，哎，比如说这个灯，你们看这个灯也是有方向的，它下面是有一个这个光的轮廓的，对吧？但是你说普通的灯，它就是一个圆圈，它没有那个方向，对吧？所以为什么说这个灯最好，就是这个原因。非常非常的棒啊，朋友们。OK， 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原子商店导览，我们下期再见。